今天你就要在我这儿住了，紧张吗？没事儿，凡事都有第一次啊，习惯就好了。哥哥，我今天第一天来你这里当保姆，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前给我说下，我怕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就正常做饭，正常打扫卫生就行了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不用害怕啊。哎，冬夏，你这今天第一天搬过来，我看你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啊，你这过冬的衣服呢？啊？都在这呢。就这么，你干什么呀？这里面有我贴身穿的衣服。不是，我就看你这衣服就两件厚衣服啊，你这冬天怎么过呀？啊？在我们村都是两件棉袄换着穿，买太多浪费钱，我爸妈赚钱也不容易。哦，那你说的也对。哥哥，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我把衣服收拾一下，我就去做饭。哦哦，行行行，我先出去，我先出去啊，你收拾吧。哥哥，你尝尝，我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口味。行，我尝尝啊，干什么呢你？没干什么呀。你为什么在厨房吃呀？啊，你这还整个小碗是什么意思啊？别人家的保姆能不能上桌吃饭我不知道啊，但是在我这儿没有这个规矩。你这样，就你这种做法，只会让我觉得我在欺负你。老板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别叫我老板，叫我哥哥就行。哎呀，我那是轻微洁癖啊，我还没有到那种就是不能跟别人一桌吃饭的那种地步呢。啊，你出来出来，端着你碗，端着碗出来。坐这儿跟我一块吃，快坐下，坐，快点坐，坐下。冬夏，我得告诉你啊，人与人生来平等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，你不要总把自己想得这么卑微，行不行？你可能没有像别人一样的那种好的家庭条件，没有别人那种好的出身。但这并不能否认你是个努力的人。在我眼里，你很温柔，很漂亮，也很懂事。你看你这饭做的挺不错的，对吧？你等着啊，有奖励。等我一下，冬夏，这里边有2000，拿着吧。